我是主持人默默，台语唔来当广告，台语爱对时代进步。我的台语虽然破破，水亏的台语爱摸的摸，台语是咱文化的宝库，咱爱学台语 Go Go Go。欢迎你收看今仔日的台语讲世事，坐伫默默的边仔咧，赶快是咱的好朋友李刚桥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宏辉阿辉老师，你好，默默你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是阿辉老师哈，咱今仔请假遮尼啊吼，这个吼秀气、秀露的感觉，优秀款、优秀款、优秀款的，咱今仔讲物件就硬嘞，就硬到嘞。好，咱们来讲这个太阳能发电的代志啦。好，赶快来就开始嘞，招咱的观众朋友。到底来看一段华语的新闻，看安怎翻作台语的哦。剖面看起来让人垂涎欲滴的红肉火龙果，切成小块，加入酒精萃取出花青素后，居然可以成为燃敏化太阳能电池的媒材。这是嘉义大学师生新的研究成果。烧烤好的 FTO 跟 TiO2 放入红果萃取液中静置一段时间之后，把它取出来，用酒精清洗干净，再配合再加上碳导电玻璃那一层，就可以再点入点液，就可以使它发电了。太阳能发电被看作是绿能发电的代表之一，但一般常见的矽基材或是薄膜式太阳能发电，不止成本高，还被质疑会对环境造成污染。至于传统的燃敏化太阳能电池，虽然成本低，但使用人工合成染剂依旧有污染的问题。这回嘉义大学以天然染剂取代人工染剂，才会受到国际期刊重视。尽管效能还比不上人工染剂，但师生花了2年的研究，已经可以运用在温室内。师生很有信心，这个兼具环保的研发成果，等于开了一个可以继续开发研究的新方向。哇，有够厉害呢！会当提咱台湾的这科技嘛，会当发电。是啊，即马有做者迄个诶，做创意的一挂发电方式咧。是，未来生活吼，值得咱大家来期待啦！吼，来先来看头一句，吼，这华语是安尼讲的哦。剖面看起来让人垂涎欲滴的红肉火龙果，老师台语免他讲。好，咱来看哦，阿妈种的火龙果甲台葵，看到互人瘾甲流烂。是哇，咱来看哦，遮侪资料，咱个慢慢啊来看吼，先来看这个火龙果，是用台的呢。啊因为主要是伊家要讲所谓的剖面呐，吼啊，因为咱哪讲，甲台开客人讲看到迄个面，咱强调这个状况安尼啦。台的时阵头一刀就是中啊，甲破开安尼。当然你要用切的嘛，唔是讲袂使，啊，不过咱的强调讲，甲伊较贴地，吼，你看到迄个面安尼吼，迄种形，因为你台切无一定会切甲完全拢迄落哦，嘿啊。台你一定是规个拢，有足清楚的面，互你看到。中啊，安尼甲切落去就是台。老师，咱果子足侪拢用台的呢吼。哦，咱较常用到可能是台西瓜、啊台王梨、对。椰子嘛，当用台的。椰子嘛，有人讲用破的嘛，是因为感觉爱搁较大粒。所以有差。当然台这果子，咱都要讲的这个类，就是其实会使讲。你不用刀啊，甲伊抬，还是讲甲伊处理，都无摘掉籽啦。是是是，咱这人类吼，较无像迄动物啦。不管安怎变，要夹开，一定要抬开，安尼就对啦哈。过来看一些地里抓，讲看到，好人眼甲老卵，这看到安怎？老师，这个字吼，咱来看下骹这红色的这，这就是咱今麦要讲的。好，老师，咱这看下合作。看到，予人眼加老暖嘛吼。嘿，啊，咱即马即个所谓的钓吼，伫遮吼，就是不管强靠安怎，就是算无变调啦。是。所以你看是毋是讲看到安怎，吼，还是讲看到安怎再强靠差？是。嘿，啊，看爱变调。是啊，但是即个意思就是，其实阮较直讲是讲看到安怎，看到互你。所以这有个人讲看到安怎，有人讲看到安怎。是。啊，这就是头前甲即个古同款的意思啦吼。啊，来看后边这。哦，这看后边有两个，这个叫做轻声符号，
这都念无同款的，对不？对，有轻声符号头前迄字看到爱分掉，所以咱就讲看到，这是后边迄、那个。看到就是看到，就是看到的意思。看到，啊，这叫做看到，看到，嘿，看到安怎？哈，安尼无同款啦，哈。咱过来看这个，吼，好人硬加安怎？硬加安怎？硬就是比形骨卡严重。对，做硬的做想的安尼嘛，哈，对。这就是让你一直想要吃，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是其他东西也可以验的，对吧？验咖啡哦，对啊，我有的人可能验酒、验粉、验槟榔等等，都可以验啊，验酒棒也可以验，都可以验。好，再来看一张的这个礼卡。好，这个华固是说啊，切成小块，加入酒精萃取出花青素。好，我们这有说切做世界底啊掺酒精，落去抽出花青素，是，好，咱来看这红色的，世界底啊，哦，这我冇咧讲，吼，这都是做色的，嘿，做色的艺术啦，啊，这个界的艺术就是，嘛是一个艺术，哎，这个界其实就是一个艺术，安尼，啊，咱咧形容做色，吼，啊，所以冇一定跟那个色结合啦，可以讲，佮在界别行，比如讲，啊，一界底下唔在创啥，安尼吼。就是敢那是一个会较袂遐正经，也是讲正确讲法，哦，敢那较半公升确讲法，啊，伊一间底下安尼，一颗一间的意思啦，吼，所以世界底啊，吼，咱过来看后边这个做，这应该是讲就台语区的一讲的讲法，嗯，讲落去安怎，落去安怎，你嘛说讲去安怎，去安怎，但是有一个落去，就感觉较有迄个气底遐，吼，譬如讲咱会使讲啊。咱来转精神，落去创什么代志安尼？所以讲，甲这提出来提醒大家，会当安尼用。好来看，哦，一张的这里卡。好，叶华固是讲啊，静置一段时间后把它取出来。哦，这真简单，老师。好，这台语有一个讲，等一个料，甲摕出来。哦，等一个料，等一个。啊，这个学抖音啊，跟那你的动作跟那要抖音啊，吼，啊，当然这抖有几啊种意思，几啊种用法啊。伫即个用法来讲，就是讲藏伫遐一段时间安尼啦，哦，安尼藏伫遐一段时间，哦，袂输甲摕起来啊，甲炖个豆豆安尼炖一下。诶，啊，但是咱一般个人会讲，譬如讲汤啊、菜啦、饭啊，吼，小炖一下。等于凉安尼意思啦，哦，这煮好我先摕去桌顶甲炖一下，稍等大家再来食安尼啦，吼，哦，所以就是用炖一下，吼，甲大家了解一下，好，过来看，哦，这张的这个字卡，好，哇，这嘛是足复杂的吼，这华固是讲啊，一般常见的矽基材或是薄膜式太阳能电池。好，咱讲定定安怎，咱会当讲塑像啦，是，哦，塑像看到的是你讲底，嗯，哦，也是薄膜式的太阳能电池，是，哎，好，塑像，塑像，老师，所以咱咧讲定定安怎吼，这个欧粉呐，吼，这都是，咱吼，咱有几下的讲法，来，老师甲大家提醒一下，哦，第一个就是定定，吼，这间店我定定去啊，可能今话是定定上侪人讲哟。啊，再来第二种叫做不时，啊，不时我嘛会晓讲，不时嘛定定有人讲啦，这代志伊不时嘛咧讲，对吧？哈，第三个可能较少人讲啊，哦，这叫做有两种音吼，有人讲强在安怎，有人讲强在安怎，啊，当然强变强，还是强变强，这参考差嘛有哈。这开始较少人讲，所以我不要顾咧，老师你顾。哈，哦，我强在伫电视看到你呢，哦，是哦，对对。啊，你过来，上尾一个叫做时尚，哦，时尚，时尚买西用啦，时尚敢不是华古树？哎，这咱华大共通嘛，我来用，华共通啦，哈，好，咱个看起你顶管，时尚看到的，哦，这是外来语讲时力控啦，好，咱就是对这个音乐吼，啊，讲时力控，时力控就是咧讲迄种物件安尼，看迄个底，哦，啊，这底表示一种基础的意思，对吧？这意思讲你基本是安怎，基础是安怎安尼，哎，老师安尼，我问你吼，咱若讲，譬如讲，咱即摆去食餐厅啊，即摆咱华固同个讲，啊，我要去迄间餐厅是什么什么风？
好，意大利风，我是不是可以说，这间餐厅它就是意大利底？但是哦，这有两款哦，意大利底有可能是讲，伊这个头家吼，可能是意大利的这种啊，伊的故乡，还是讲伊的国家吼，这个所在。嘿，啊，你若讲，因为咱你咧讲什么风的时阵，咱有可能会讲。时代路啦，哦，什么款时代路安尼，什么款呢安尼，哦，所以这有小夸无讲菜，这个菜是意大利底安尼就 OK 了。啊，意大利底可能是讲伊对，就是意大利料理的迄款方式去处理安尼。是吼，什么底哈，提醒大家来看，哈，过来看这是读音的问题啦，哈，这叫做薄膜啊，有个人想靠薄膜，薄膜，哈，就是讲较无遐尼悬嘛有啦，哈，一层膜的对啊，对，一层膜，一层膜，对。薄膜安尼，好，这读音的问题，好，咱过来看，就这里卡，这华固是讲啊，以天然染剂取代人工染剂，才会受到国际期刊的重视。好，咱讲甲换做天然的泥质，是，唔只好国际期刊看有上目。好，咱来看这个红字的泥的对啊，对。哎，老师，咱看下卡。泥头门泥头脏，泥大家拢就会晓的啊，大家拢嘛咧泥头门对不吼？泥头脏吼，哎，但是老师嘛有人讲吼，泥有两个音对不？对，搁有迄个文言音念，或者念，吼，所以讲念，咱来看上下卡这抓，对，迄就是用文言音来讲，所以讲叫做第一类或者污染，污染，第二个叫做传染，传染，第三个叫做染病还是染病，染病，哎。看中啊，迄撮，嗯，吼，咱有一个俗语，叫做“白白布泥垢乌”，对，嗯，上尾一个吼，红色的这叫做“上目”，上目啦，看有上目，还是看无上目安尼？是，吼，就是讲有去注意到，吼，这是这个词提出来，让大家来了解。好，这就是新闻的部分。稍等广告了后咧，我们要甲大家简单来介绍这个太阳能发电啊，有啥物这个基本的知识吼，咱会当来了解。这书爸爸看默默讲，予你知。今仔日咧，咱要来讲的是太阳能发电呐，哈。讲到这个电呢，吼，即马全世界拢同款啦，吼。咱人类咧，哇，即马无电，真正拢无法度生活啦，哈。哎，但是电位倒位来咧，哈。恁今仔日咱要来讲的，就是其中的一项太阳能的发电。咱来看头一张的这个字卡。好，咱首先先来看咯，咱台湾的这个电力吼，到底是为倒位来的啦？吼，这个来源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多。好，咱大家拢知影讲啦，这这么多，这电内面这多来源内面呢，其实上重要的就是这个加速吼，甲土团啦，吼，加速甲土团，哎，这两项加起来就占咱台湾这个电力来源的一半这么多。啊，但是大家嘛拢知影讲，其实这个加速甲头痛啊，即挂这个来源呢，其实有真侪问题伫个啦，吼，包括讲，咱就知影讲会造成这个空气的污染啦，吼，也佫有呢会造成这个地球的暖化啦，吼，佫来呢就是讲咱咧烧这个头痛的时阵呢，哇，这烧个水呢，吼，那是讲排入去海内面呢，这嘛拢会影响到这个海内面的这个海洋的生态，吼，所以讲是种种的问题啦，吼，哎，你讲，敢毋是有这个？核能发电，好，核能发电的问题搁较侪，好，过来就是讲，咱知影讲核能发电呢，其实这个核能的电量呢，照讲来讲吼，伫个咱台湾的电力诶，这个来源的占无讲真侪啦，吼，而且呢，伊搁有这个核废料污染等等的问题。好，所以讲，咱就知影讲啊，这一年一年慢慢啊咧，吼，咱台湾愈来愈重视一寡咧，这个绿能的发电呐，吼，包括咱今仔要讲的这个太阳能的发电，吼，而且呢，这个发电量咧是一年一年拢咧提升当中，吼，咱来看后一张的这个字卡。好，当然啦，这个太阳能的发电呢，吼是真深的一个学问呐，吼。咱来甲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，吼。讲到这个太阳能的发电呢，其实有两种的方式。哇，这真歹念吼，这叫做这个固更式的太阳能热发电。好，搁一种呢，就叫做光伏。技术吼，这两种吼，这拢是足专门的这个名词啦吼。你讲哇，这安尼看，其实看无吼，但是简单来讲，就是讲这个头一项呢，其实伊是爱需要有够个的土地甲日头光吼，伊才会当啊安尼才会好啦吼。比如讲这款的方式嘞，大部分拢放伫个啥呢？沙漠啊，但是咱就知影讲，咱台湾
无刷无啦吼，所以讲其实咱台湾的较下咱台湾用的是较这种技术，哦，这种技术咧，就是咱即马看到真侪人的厝尾顶啦吼，拢会囥这种太阳能电池的这个板，哦，所以讲这种技术就是爱有这个电池，哦，这种是较下咱台湾咧使用的啦吼，咱过来看哦，一张的这个例卡。好，咱就来讲一个哦，吼，讲为什么咱要来诶，这个愈来愈侪太阳能的发电呢？吼，太阳能的发电，你讲讲真正拢敢若有诶好处，无欠点呢？当然嘛毋是啦，吼。咱先来讲这个太阳能发电的优点到底是啥？或者真好来想啦，吼，因为咱先来看这个太阳，吼，太阳啊，其实伊即马咧，吼，伊才用着，才开着伊本身的这个能量，才2%呢，吼，而且呢，吼，按照这个科学家因咧讲啊，佮几十亿年呢，伊拢袂变，吼，所以讲真正是真好的一个来源。而且呢，太阳能啊嘛无空气污染啦，吼，嘛袂有拄只所讲迄款的效应啦，吼，嘛袂有这个这个温室效应啦，吼，嘛无这个核辐射的问题。但是呢，伊的欠点伫倒。吼，就是讲有淡薄仔较贵啦，吼，譬如讲你咧装这个电池的时阵呐，吼，这都无同款的条件，吼，伊的这个成本拢会无同款，哦，技术吼嘛就需要，吼，这个设备拢真相本地的，吼，这是头一个欠点。第二个欠点呢，就是啥呢？吼，因为需要这个太阳，吼，所以讲受到天气的影响，吼嘛就深的啦。譬如讲你若讲的落雨天。哦，啊是讲暗时哦，都无法度来发电吼，所以讲受到天气的影响。过来就是讲啊，咱拄下讲来需要的迄个发电的电池的迄个电池板呢吼，伊咧做的时阵，还佮回收的时阵，其实拢会造成污染啦吼。所以讲这个物件呢，嘛是要来解决才会使。咱来看后一张的例卡。或是讲啊，到目前为止呢，吼，无任何一种即个发电的方式是一点啊污染都无啦，吼。所以讲起来，太阳能应该算讲是即个上界环保的一种。啊，咱就来看台湾的太阳能发电是安怎来发电的呢，吼。其实咱台湾的伫咧2000年的时阵，我就长短开始咧上即个太阳能的发电啦，吼。要发展这个太阳能供电站呐，哈，有诶有大型诶，啊，有诶是安怎咧囥伫个厝顶型诶，啊，有这个土卡刀型诶啦，吼，啊，咱即马看到就知影讲，因为啊，这个厝顶型诶拢囥伫个大概这厝尾顶，啊，只要这个法规咧放冷，哦，发电就会较紧啦，吼，过来看到这个土卡型诶，吼，就较慢，吼，因为咧有牵涉到这个农业啦，啊，是讲生态土地，这拢有争议伫，所以这种会较慢。好，所以咱来看，其实2000年开始撒哈，但是咧，这时间过了真长的时间啦，是伫3-5年才开始慢慢啊有一挂发展哈。咱就看到讲2019年，热天中昼，咱的太阳能的发展呢，已经啊超过核能啊啦哈。所以讲安尼看起来，台湾的太阳能发展是慢慢的向前行。过来就是甲你讲一个好消息，就是讲咱即马咧已经有。坐船的都要讲的，这个太阳能的电板回收清理的体系已经拢完全建立起来啊，所以讲的咱会当好好来期待啦吼，咱台湾的这个太阳能发电会愈来愈好，愈来愈好用，大家做伙来期待。好，这就是上基本的一挂太阳能发电的知识吼，哇，真正。有淡薄仔歹了解啦。咱来看，拄只会当提出来一寡例子咧，吼，咱来讨论一下。老师，哦，这嘛是我来去音乐的吼，叫做家属。哼，家属。家属就是咱吼洗身躯用的煮饭用的迄个家属啦。对。家属哈，外来语的写法就是安尼。嘿。啊，过来看中啊，这合作。家属令，这嘛是嘿音乐，吼，同款是外来语音乐。家属令，就是咱。加加过来就是气味，这个实在是足无好安尼啦。是吼，所以讲这臭油就是以前的人会提来，譬如讲点灯啊，吼，还是讲今麦可能有的人会厝内面用起吼，会寒的时阵，或可能日本人较侪，可能都吼做臭油。有烧的，对，这个臭油今麦是较无啥咧用啦。吼，咱过来看这第二抓，这叫做堆水还是堆水哈？这胸口差哈，用堆。
哦，老师，这堆水就是咱，譬如讲咱提鼎去堆水，对对对。啊，咱若讲是，譬如讲你要停水呀，好，咱就爱去加水。嘅神卦，即都叫做欠水，欠水，哦，所以讲即汉字，大家爱念好清楚，即个是真正就是普通嘅堆水，哈，啊，即就是水个欠起来嘅水，哈，好，来后边这里，哈，这是讲读音叫做血灵，血灵，哈，即起码应该大家渐渐啊拢会晓念有关系啦，哈，血灵，血灵发电安尼哈，我过来看啊，因为这个字卡，好，老师叫做。就讲咱台湾哦，因为这个大真侪所在日头光拢足强诶，可能有哈，搁较适合这个发电太阳能诶这种发电方式。是，啊，咱日头光，有人当然讲日光嘛是会使啦，啊，但是咱来讲，我迄日头足炎诶，有无？是是，来讲用日头光安尼。感觉敢那较亲切啦，日头光哦。哦，所以讲老师，咱讲日头是日头光，啊，月光。敢有讲月娘光？唔免嘞，咱拢甲人讲月光尔。月光尔，所以讲有日头光、月光，啊，佮有星光，对，星光哈。佮来看后边这。好，你嘛是读音的问题，叫做辐射。辐射，哦，所以讲咱来讲啊，这个物件有这个辐射线。对对对，辐射线，辐射，加念几遍，大家都会较熟啦。哈，佮来看这是。你嘛读音的问题，刷木。刷木，对，哎，老师，这个字，敢那是这个何者汉字对不？嘿，啊，佮即马会卡写黄色的，迄是咱可能唱歌，也是一般人可能拢卡会讲黄色的声音。刷木，吼，啊，其实伊正确是刷木。好，再来看中啊，嘿，刷轮，刷轮，哦，咱这地名有足侪有刷轮的啦，咱最多一个呀，对无？对，啊，台南遐嘛有，足侪所在拢有啦。是因为咱台湾其实无刷木啦，系啦系啦，拢有刷轮。咱有一挂刷轮啊，吼，拢会加一个啊，因为拢无大啦。是刷轮啊，啊嘛有刷布啊，嘿。哦，这就是咱台湾较有诶，即个地形就对啊。好，咱过来看，因为即个字卡，好，讲咱台湾呐，人足多，咱叫做杂通通，杂通通，足杂嘞，杂通通。即咱之前讲嘅，即个杂就是，譬如讲杂片诶时阵，就是即个杂，是，杂通通安尼啦，吼，拢乱啊，拢挤甲贵个吼，啊，人杂通通，大家啊。会钱钱，啊，咱嘛会当讲杂通通甲会钱钱对应的讲法，倒变的讲法，倒变的讲法来杂通通，咱就讲。赞吼，杂通通，啊，咱会当讲做空的空拢空拢拢，空拢拢，空拢拢，这是讲表示的做空，就无什么物件安尼，空拢拢。刚袂使讲足灵的。啊，零好好，迄零好好是咧表示甲硬的对应。哦，无同款。啊，咱这杂吼甲空会当对应。啊，那。啊，那下机机吼，下机机表示做 A 对无？啊，咱讲者做快，快，吼，快隆隆，快隆隆。啊，嘛，当讲快蹦蹦吼，冇人讲，拢会使吼，快隆隆安尼。哎，老师，咱看这下机机迄个机里，嗯，这个机里就是，嘿，你今麦一直机里吧，迄个机。对，啊嘛，有人讲就是手机的迄个拍起来迄种物件，手袋，是，啊，就是讲你。要甲讲，普通咱咧用，就是讲甲煎落去有无吼？煎落去即个用法安尼，都是即里啦吼。大家定来咧讲诶，好来看下骹即撮，好，这叫做藤白吼，是藤白吼，就是藤白藤白的艺术，嘿，对，草白的艺术，另外一种讲法是藤白，更作强诶，是好，啊，过来看这好。会当讲上，买当讲上中，是哈，好，这艺术用作这艺术啦，上中哈，啊，买使上中的另外豆饼就是性，就是性本啊，哈，就是讲你讲上本还是性本在对应的，是，啊，你买当讲上中本对应性本安尼，是哈，其实这个上会当上足侪物件呀，上甲性下卡在咱记咧，嘿，就是拢会当来讲，连看卖咧，哈，那会当讲啊啦。上时间啊，省时间啊，嘿，啊是真省钱啊，就省钱啊，对，啊真省重力啦，省得就省力啦，对，啊就省工的啦，哦，就省工的，对，这拢会当用，好，都是安尼来用，好，安尼这就是今仔会当甲大家来分析，哈，加这个分享的一挂内容，哈，咱时间嘛差不多啊，第一只感谢咱的阿辉老师，免谢你，那阿辉再个见面哦。